现场，许世勋议员团队也有来关心。接下来是许淑华议员团队、张茂南议员团队，还有许嘉培议员团队，以及戴其清议员团队都有到现场来。那这边呢已经有一些登记的发言的一个顺序的部分，那待会呢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三分钟的部分我们会按来宾先上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请那个相关的这个局处还有这个来宾的部分，我们先到台前来。待会发言的部分呢，每一位哈，基本上三分钟。那时间到的时候，我们会按铃。那也麻烦就是麦克风的部分就交给下一位的部分来做发言。那如果有未及发言的部分，我们会用书面的方式哈列入会议记录。那首先第一位是胡国策，然后下一位罗世莲，请准备。胡国策是好，来麻烦麦克风的部分，谢谢。好。那个待会的部分呢，我们会收集大约五位，好，然后再一起做回应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先请胡先生。你好，刚刚我听台北市政府的一些局处长讲了半天，做梦美好。我今天我要强调一点，我们现在现存的我们所看到的公园是信义413公园，正是这个法定公园。啊，不是预定地，也不是说我要预计计划公园，而是法定的公园，那个还能写得很清楚。公园管理处是什么办法了吗？还听看你们，公园是413号公园，我刚听了半天，413号公园不见了。各位有没有听到413号公园呢？没有。这怎么不见的呢？是如何不见的？我要听。是这么欢迎你跟我们说明一下，你们凭什么可以把它改掉？台湾省大陆也好，美国也好，哪一个政府可以把公园取消掉的？我没听说过。当然申请公园好了。啊，无法无天，我和你讲，我说无法无天，大家只有台北市的历任市长都希望能够建个很大的公园，不管如何的困难，对吧？公园就是。如何能够调养身心，公园好处太多了，而不是说我今天盖了一大堆房屋，我的房屋多么美好，我的房屋多么，我居住了多好人。各位市府官员们，包括市长，每天可以去413号公园，我这边我不强调广慈哈，那个政府名字叫413号公园，去看看有多少人在里面享受，那才是真正的享受。多少老人家，多少小孩子，包括等一下你们可以马上可以过去看，一到晚上12点钟、1点钟，对吧？大家都在这。我看你，我中玻璃也好，我们这个经历最大好处哪里？有一个象山，而且可以爬山，可以休闲。多少的外地的人，到象山去爬山，享受这个爬山，规划的多么好。啊，我们这也有个就近有个公园，这是多么重要！我讲市政府如果有办法，你把413号公园撤掉，是不是合法的？各位议员在这里，什么合法的程序？你把它撤掉，都市计划怎么变更的？怎么变更的？你可以把它撤掉，因为说，假如大安森林公园。面积我比这个我们的公园大概要大10倍的15倍左右了。你把大安森林公园挖出1/20盖社会住宅，我们佩服你，好，我们
们这区，我们这里区的老百姓太好欺负了。谢谢，谢谢。我要承诺我的五万户，我就要这里灌。谢谢。那你们根本不敢怎么样。谢谢。那罗吉莲先生，好，谢谢。那下一位是孙景浩先生，请准备。请放那个投影片。我现在这个投影片上面哈、啊，就是针对刚刚交通局讲的，他说要设置15辆的接驳巴士哈、啊，这个议题我来说一下。他44页、47页也是这么讲要接驳，可是事实上啊，在刚刚林局长说48小时已经在记者会里面宣布啊，9月中要这个捷运已经配合公仔已经开工了，而且他在同2022年要完工。既然同时完工的话，这个接驳公司就不需要设这里，设在哪里？它原来是设在地下室。所以我是建议哈、啊，在这个新闻稿里面写得很清楚，所以那个刚刚在那个要取消，不要做接驳巴士，地下室、啊。下一张，这一张就是那个市长，徐定王，这个上次你来的照片。啊，你上次有讲过啊，说要将详细的地址要给我们啊。哦，2月份要上网公告啊！我4月份跟你请教过了，现在又隔6个月了，我当不人啊！请问是什么时候再公布？谢谢。谢谢罗先生，接下来请孙景浩先生，下一位发言者是陈碧霞小姐。孙先生在哪边？哎，对，好，谢谢。先等一下，投影片还没出来。我是3号。对，孙先生，嘿。哎、好，现在我开始哈。居民关心议题五：福德平宅评估存留，在本基地的北向西区、D 区，共有4栋26层的高楼，虽然留有13500平方公尺的绿地。但是呢，绿地里面却保留了一栋福德平宅。下一张。好、哦，这个图里面的福德平宅就是右边的福德平宅，它后面有4栋26层的高楼。下一张，保留下来的这种福德平宅，它占据了。这个公共开放空间的部分面积，它挡住了避难动线的1/3，它完全违反公共开放空间的法律规定。多数居民反对保留，根据建筑技术规则设计施工篇第289条的规定，公共开放空间内不得设置建筑物。下一张，福德平宅拆除之后，广大的开放空间，第一个，它可以作为广慈园区4栋26层高楼大楼的人口紧急避难区，那么也可以作为周边公寓人口之紧急避难场所。921大地震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跑到福德平宅的原来的篮球场里面去躲避的。下一张，市政府应该以公共安全作为优先第一考量，建议明年广慈动工新建的时候，能够将这一栋福德平宅一起拆除，不要保留。谢谢。谢谢孙先生，接下来我们请陈碧霞女士。下一位是庄胜龙先生，请准备。广慈不大，我们要简单，不要阴塞，有空间才会美。我们比照广慈北方有绿地，南方也可以拥有完整的森林公园。建物的设计中间比较高，两边低平，不要设建物。北绿地，南公园，中间建高楼，广慈的基地。这样设计才有平衡感，李明的心态也平衡，你跟你之间大家感情才会好。
不要让居民对政府有怨。北方有日照权的理由，南方也有断层破碎安全的理由。北方拆旧建物成绿地，南方拆公园成水泥大楼。南方周边的居民认为不公平，有情绪，所以应该取消 A 跟 B 栋的建物。广慈周边建物密集，人口稠密，做大大完整的森林公园，可以降温、减碳，生活品质提高，将来都更才会加分。老人脚力不好，让老人有个地方可以去。广慈开发全变新的建筑，总要留点原有的旧公园吧。原有的树，因为居民念旧，已习惯公园的活动空间，也常做志工整理花木，让居民安稳熟悉。做大大公园，政府也可以省钱，树又可以留下来，人民又高兴。全营要大大完整公园，是大家强烈期待，恳求柯市长答应我们吧。哦，好棒啊！建议一定要取消 A、B 栋建筑设计，全做完整的森林公园，对公共安全，柯市长要严谨的、用力的行使公权力，以明确验证断层存在，结构物就要采取避开，水土保持规范，止断层带、破碎带，尽量避免做建筑用地。偏偏我们台湾多地震，不要存侥幸的态度，天灾无法预测，人祸可以避免。台北断层曾活动过，只要断层就是发生地震的地方，只是霍然力的大小而已。上次开完说明会，我当场到台上请教王院长，也就是王教授，拿图请教王院长。我问这条台北断层在福德街上吗？他点头说是，也就是 RO3 R03 站到香山站是断层破裂带，现在 R03 就要挖深32公尺，等于11层楼高，工程是相当的风险。又紧邻的广慈南侧也是断层带，这边为了安全，地就不用挖了，全做完整公园就对了，就安全了。请问市长，公安重要还是政策重要？这区新一路六段地表开挖，因为地质软弱，新一路六段倾斜30公分，请问市长你知道吗？48户民房倾斜，请不要再发生民损事件。谢谢，我麻烦庄先生，下一位庄先生，那个麦克风请递过去，在这边。在此我要民众抗议，你们花那么多时间规划，只给我们3分钟够啊！谢谢。是庄先生的部分，来，谢谢，麦克风给他，谢谢。投影片没有出来之前不算时间。广慈地区，投影片呢？我的投影片呢？档案给你们了，我名字也在上面了。广慈地区的人是全台湾省最善良的人民，我们接受社会住宅，我们接受社福机构，竟然被说是自私，这什么话？好，这是我投影片，现在开始。那个投影笔呢？我事先都跟您沟通过了，然后东西也都没给我，然后要算我时间吗？不算。这个就是回应说你们说我自私的，不是这个，我要转投影片，你们那个笔没给我，我怎么转投影片？我的投影片要动啊，你们叫我自己操作啊。刚才我沟通的说是你要给我动。谢谢，麻烦庄先生，我们说明，然后下一张，因为那个遥控真的有点远。OK， 谢谢。好，下一张，从现在开始算时间。科长，你看一下你是什么记录？下一张，民意已死，骗子，你有6个事情你被蒙蔽了。广慈地区，你有没有考虑整体规划？只是在玩数字游戏。今天拆公园，何不把大公园也拆了？明天就是卖公园盖大楼吗？你拆公园依据是什么？你创造台北市人口最高的活动地区，你知道吗？你破坏了台北市的天际线，也可能破坏了大观区的生活环境。黑箱作业，事前卫生中心与地方沟通意见，
事后也没有倾听民意，符合民意的要求。市长，你被蒙蔽了吗？下一页，人口密度，你自己看看，你们设计的依据是什么？这么多专家，告诉我是哪一个？是建筑面积，还是人口密度，还是交通流量？我一看到的是什么？容积率300到350，都没有变，欺骗市民，玩数字游戏，文字的积木游戏，重新堆叠而已，本质上一点都没变。在此要求，你现在规划指标是什么？你要谈量化，我就跟你谈量化。目标是什么？量化是什么？下一页，你看看你刚才讲的交通规则，只有在广慈地区，除了广地区是什么样子？下一页，就像气球吹气球一样，你气球吹大了，气球嘴没有变啊。你整个车车子出去之后，从哪里出去？你告诉我，就跟吹气球一样啊。下一页，这你看，广慈公园不见了。如果是这样子，各位可以去跟台北市豪宅那些开放空间绿化来说，我要当公园用，我要跳古风舞，你们敢不敢去说？敢不敢去说？还在骗，说这个绿化带就是公园。下一页，法定空间可以代替公园吗？不要忘了，这上面有多少人，你自己看。你还在骗，你今天不负责规划公园就算了，带头拆公园。再下一页，人口密度。谢谢庄先生，我们三分钟到，那是不是？我们可以跳最后几页，好不好？人口密度，你现在是台北市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，你自己看数据。是庄先生，您的那个未发言的部分，我会列入书面。那因为已经五位了，在下一位没关系，你我最后面给我最后两页，最后两页。好，这个你看，台北市的天际线被你们破坏了。再往下，往下，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，这是零线。再往下，零线，再往下，这个是我上虎山去拍的，你们有去虎山看过吗？看到是这样子。再往下，再往下，你们先去看看。再往下，竟然看到是这个样子。再往下，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样子，你们有亲自去看过吗？好。再往下，大湾丘，这个不谈。再往下。再不谈，再往下，天际线，再往下，黑箱作用，再往下，再往下，最后我只交出最后两页，可以吗？好，还我公园用地，建筑量体减半，再往下一页，啊，没有了，谢谢。再往上一页，再往上一页，谢谢。这个就是你柯市长的事情，你自己看一下，好，大家仔细看一下，这是你柯市长就来将来的事。的政绩。谢谢庄先生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累积五个问题的部分，发言的部分，我们先请都发局。